奖励品给零食，安东妈麻烦大了。把这碗饭吃光了，我就给你冰淇淋。因为我觉得小孩子高吃总不能没有热量，要有一点热量，他不吃饭嘛。尽量不要用食物去奖励食物，会让你这个事情会越拖越久。在吃那个正餐健康食物的时候，他脑袋想的都是最后那个东西。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去喜欢上真正的食物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